这个位置放正了之后，平的平的平的回，然后再放到这个位置。所以前面的时候尽可能上身不要太歪，你要放，但是呢不是让你就是说不是让你像两个铁板一样这样子一直不动，就是你要保证好你的框架，但是你会发现我会有一点点身体什么扭动，反身，这叫反身，所以它是这样的，它现在已经在反身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会到，正面，反身动作，回正，反身动作，回正，反身回正，反身回正，反身倾斜，走了，看到了吗？一点点。